来到基隆办团结造势大会，国民党支持者热情大喊，韩国瑜一上台拿自己会不会长头发当比喻，替侯友宜遭质疑卖台澄清。这个世界上不是好笑到了极限了吗？侯友宜是全台最本土的政治人物啊，连他都要卖台了，就跟韩国瑜长出啊满头秀发一样，这是完全不可能的。自我解嘲的韩式金句又多一笔，韩国瑜替侯友宜背书，话锋一转，把政治的选票当作贪污的钞票，捞够了。我如果讲民进党，你们讲假霸主好不好？民进党假霸主，不是假霸主，是假霸主。和台下支持者互动，台语不够标准，瞬间卡卡，赶紧向旁人求助。侯友宜站上造势舞台，自曝昔日互动。赖清德曾经说过这一段话：足侪年前，赖清德做立委的时阵，安怎甲讲？你敢知？伊讲吼，侯友宜局长，你是我看过像武侠小说的林探，即马我要出来选总统，伊甲我讲我乌金徛做伙。这对我足大的侮辱。侯友宜再强调无法接受抹黑，重申对废死议题态度。做的事只要程序完备，该做的代志心情要做，还给被害者一个公平之地，对不对？整场造势大会，蓝营喊出30,000人在基隆相挺，营造团结气势。三立新闻林俊华、徐世庭、翁玉文，3G小组基隆报道。